高兴有一个机会来讲讲我这一生怎么蒙神的恩典。在我的一生之中，从小到老都看见神的祝福，虽然我不认识他，但神已经认识我。先讲我的家庭背景。我的父亲是国民党时期一个公务员，所以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出身，一共有四个弟兄，我是最小的，另外还有一个妹妹。小的时候呢，我因为有哥哥在一起，所以样样事情都跟随他们。同时我的胆子很小，那不敢跟外人接触，所以甚至到了求学的年龄，我也不愿意上学。我跟父亲说，你教我在家里，免得我上学校去。另外呢，我晚上睡觉呢，还是要跟爸爸睡一床，并且跟他说，我睡不着，你不能先睡着。所以从这里你们就看出，我这个人的背景、个性、才华都是非常平庸的。那么到了小学毕业了，正好是抗日战争爆发，我的母亲就带着我们几个兄弟逃难到四川去。我的最大的哥哥呢，因为爱国的缘故就从军了，所以就离开家了。那我的父亲那个时候又有工作的关系在广东，所以是我母亲带领一家人逃难到四川的。那么到了四川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各奔西东求学去了。我跟我的三哥呢，是从小学一直到中学了，都是同一班的，所以就做流亡学生。但是就在这个开始抗日战争逃到四川不久，我的母亲就去世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跟父母的关系从此就中断了。父亲因为在广东，在学校里念书，幸亏好那个时候学校住啊、吃啊、学费啊都是免费的，所以还能够生存下去，并且学业没有中断。我对于人生慢慢了解之后，觉得很悲惨，世界上太多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我就在思想成熟的时候，慢慢就觉得我人生要怎么度过。那个时间我很佩服唯物主义无神论，所以我很盼望自己将来能够在这一方面使用我的一生。1944年，我是在抗日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考上了大学，那就是那个时候迁移到中国四川的国立复旦大学。我就在那个时间就永远的与我的那个大哥就离开了。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从军可能战争的关系死在战场，我因为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那么在我进了大学呢，我另外一个一直跟我同时长大的哥哥呢，他就考上另外一个大学，所以跟他也分开了。还有我的二哥呢，他因为中学毕业经济困难，父母都不在，所以他就没有进大学，他就进了邮政局做公务员了，年纪很轻那么在我们这个兄弟这样分散各地的情景之下，当然我的人生很孤单。那么当我读到大学二年级，忽然又有一件不幸的事发生，就是我那个在邮政局工作的二哥生了肺病。那个时候肺病是个绝症，我的父亲也不在，我的母亲也不在，最大的哥哥呢已经战场失踪，他没有地方去了，只有投奔我。我那时候刚读大学二年级，身上一点钱没有，但是我不能见死不救，我只有尽我可能的
想办法跟他在一个聋人的那个家里头租一间小房子，把他安顿在那里。有什么办法呢？就把一些从前父母留下来之前的东西挡啊卖啊来维持生活，或者是借人钱呢、啊、照顾他。那么在这样情形之下，我学业也受到影响，心灵也受到打击，不知道前面怎么办。那么就在这个时间，我的哥哥有一天他想，他的病反正要死，不如自杀算数，免得拖累这个弟弟。所以他趁我不在的时候，他就向那个房东一个聋人啊，用一点钱向他买了一些鸦片烟，就生吞鸦片烟自杀。他吃下去之后还没有死，我正好下课去照顾他，跟他烧饭，看他的脸色苍白啊，那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我就问他你干什么。起先他不答应，后来说我不要活了，我要死了，那我不能见死不救啊，我赶快就请人帮忙啊，把他送到医院急救灌肠，又啊没有死掉，活过来了，那就又回到那个聋人家里啊。因为这在最最艰难的时候啊，真是走投无路的时候，钱也用光的时候，忽然之间有一些我们学校的同学啊，很少的知道我的情形，就来帮助我照顾我的哥哥。这同学是什么人呢？就是我们的大学里面的基督徒的团契的同学啊，信耶稣的大学生啊，了解以后自动就来帮助。那么当然减轻很多的负担呢，可是也没有办法能够救我的哥哥命。就在这个时间，他们不但是帮助了，还传福音给我这个哥哥。这个哥哥呢啊，他信主了。他一信主之后呢，他整个的心情就改变了，非常的安详安息。当然过了没有多久了，他就离开世界了。那离开世界之后啊，我这个身无寸文的人怎么来处理善后呢？这个基督徒团契的同学都很穷，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尽他们的力量再来帮助我，大家凑一点钱买一个草席啊，把我哥哥的尸体包起来，再去买一块坟地啊，帮助我安葬。那么这件事告一段落之后，我就整理我哥哥的遗物。我这个哥哥是非常有才华的，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他15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写文章投稿在报纸上赚稿费的虽然他没有念过大学，但他读书很多。他因为有这种习惯呢，所以他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那么当他死以后留下的遗物就这本日记，我就来看这本日记。哎呀，就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就发现他在没有信耶稣之前所写的东西充满了叹息啊、不安痛苦的记录，信了耶稣以后呢，他所写的东西都很安详有希望。这对于我呢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啊，这个信耶稣有这么奇妙的作用啊！我从前呢，我已经讲过很醉心于唯物主义。对于信耶稣的人，我总有一个观念：这些什么迷信啊，这些帝国主义啊、文化侵略的工具。所以对这些东西啊，我真是一种啊成见。我对于基督徒呢，也觉得这些人大概神经不大正常，怎么搞的？望着天会祷告，又哭又笑，这个怎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可是呢，经着我哥哥这一个日记的记录，
再加上这些基督徒在患难之中伸出那个援助的手，对一个毫无关系的人这样帮助，所以对我这个啊心灵里头呢就有一点的冲击，对于基督教呢那种成见呢那种偏见呢就有一点的消除。更好的在哪里呢？就是这些基督徒啊，他们一不做二不休，从前是做我哥哥的工作，现在在做我的工作，就来拉我啊也到那个他们团体去听到啊，去听到。那么我因为啊一方面报恩呢，一方面觉得基督徒当时还不错啊，所以就应付应付去听啊。一去的时候啊正好那个时间有一个传道人在那里传福音，讲耶稣的道理。一讲了以后呢，因为我心没有成见了，我就恍然大悟，就接受了主，自己也个做基督徒了啊。我从前呢总觉得信耶稣的人祷告莫名其妙啊，我从前想打死我也不会做这个傻事儿，没有想到一信耶稣啊自己也是祷告起来了。不过呢在那个宿舍里面有八个同学，连我八个，我就很害怕别人知道我祷告。既然别人啊知道你怕你祷告，你就不祷告了，但又要祷告，那怎么办呢？我终于想出个办法来啊。那个时候有四张床啊，上下铺的，我睡在那个上铺。什么时候祷告呢？就是熄灯铃一响以后，这个同学都不讲话了，那就是我祷告时间了，反正看不见我。但是我害怕他们看见，怎么我在被窝里祷告啊，跪在被窝里祷告，做一个秘密的基督徒。有一天发生一件事，熄灯以后我把被翻起来跪在被窝里祷告，没有想到我床下面那个同学啊有一件事要问我，叫某人了，哎，那个事情怎么了？我在祷告，我就没有理他。哎，他就这个人怎么睡觉睡这么快啊？他就站起来把被窝给一掀开，你在干什么？跪下来干什么？我就不好意思了，我说在祷告。哇，你什么时候做洋和尚了？祷告起来了。哎呀，没有意思，没有，真是很丢脸了。我说是我好几个月前信耶稣了，包括感谢神呢。怎么样？一方面神把我的软弱啊揭露啊，另外一方面我就看见神迹，我从前打死我也不会做的，现在莫名其妙自己做起来了。所以从那以后呢，大家就知道我是基督徒了。那么信耶稣以后呢，这些带领我们的传道人呢，都是在各个大学里头传福音的一些牧师啊，有些是宣教士啊，都是非常爱主的。所以我们受的教育呢，受的这个啊教导呢，就很纯正。这些传道人说，我们的一生最好的就是被神用，要寻求神的旨意啊。那我就听他们的教导了，我就寻求神啊，我一生要怎么用啊？我没有信主之前呢，我就很想做什么，我想进来将来发财。我穷了一辈子，我要好好大学毕业去发财。说我读的是经济啊，复旦大学的经济系算是不错的，我要这样想，要做赚发财啊，希望我一生呢余下不要这么穷苦。但是传道人要我们寻求上帝，一生要怎么用我们，我也愿意听他的话，所以常常祷告。不过内心有一个啊，有一个秘密，就是神啊什么都能做，就是不能做传道啊。为什么？是穷传道啊。还有呢，我这个人呢性格内向，不适宜做传道。还有呢，我这个人不会讲话，
更不可能传道啊。但是我有一个特点呢，就对于主的道很爱慕，对传道人的教导呢，我很愿意听从。所以很多时候来参加这个大学生的这个培灵会呀、夏令会呀、冬令会呀，传道人讲道以后我都受感动啊。最后讲完以后，谁愿意奉献传道的请站起来，我就扑通就站起来了啊。可是呢，散了会以后呢，就怕得要死，你怎么随便站起来呢？下次听到小心一点，冷静一点，不要随便乱站啊。可是下次又去听呢，传道人一讲了，我嘣又站起来了，回去又很痛苦，而是挣扎很久。有一天啊，我觉得这挣扎太痛苦了啊。那么但是呢，又去参加一次那个春令会，正好在一个神学院里头举行的，在神学院里面，那个牧师就传道，就开始讲我们一生要怎么遵行神的旨意啊。你要做传道的话，也不要靠自己啊，要靠啊神的呼召，神呼召你你就出来，不要逃，神没有呼召你，你就按照你的本行去做你的工作啊。啊，他这个讲话我很受感动啊。那我就找一个机会，就在那个神学院里啊祷告室里头，我就祷告，我说神啊，从前呢、我奉献都是我的热心不算数，今天我认真的寻求了，如果你要我传道的话啊，你今天给我指示，我读的圣经，如果你说你要呼召我做你仆人，有这样的记载，我就决定顺服了啊。从前都不算，这一次一定算。好，祷告完以后就把圣经打开，正好那个时候读到以赛亚书，我就按照我记忆里头读到的，我就把它翻开来看啊。一看读到什么地方呢？一读到以赛亚书42章头一节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哎呀，我一看弄假成真了，我的仆人真要招我吗？大概今天我不应该读42章吧，应该读41章了，我就翻到41章去了。41章读，起先读得很开心，可是读到第8节呢，说唯有你以色列是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哎，怎么是43又是拣选了？大概今天不应该读41章吧，应该读43章吧。翻过来，你到了43章呢，第一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就你的那位，现在对你说，不要害怕，因为我呼召你。哎呀，糟糕，正在那里啊，翻来倒去的时候，里头有一个感动，你开什么玩笑啊？你这不是说今天算数吗？你刚刚讲的话算数不算数啊？哎呀，我真的很惭愧哦。我就赶快认罪，我说神啊，真是真亏欠，我讲话欺骗自己，欺骗你啊！但是我很软弱啊，好不好？你帮助我啊！那这个时候啊，我觉得我这个人实在是很软弱，不如怎么效法中国一个传道人叫宋尚杰博士。宋尚杰博士呢，他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啊，为了传道的缘故啊，把那个博士文凭丢在大太平洋。现在呢，虽然没有这个博士啊，我也不要了，不要这个大学的学士学位了，啊，怕我以后再改啊，不如现在正好在神学院里读啊，这个参加聚会嘛，啊，这个神学院就在旁边，就报名了，不要再读大学了，就即刻就读神学了，啊，所以我就啊，暗中的就跑到神学院，他们的教务主任呢，向他报名，告诉他，我说。我是信主1年多了，现在大学3年级啊，我这个人变来变去哈，我今天清楚神呼召我啊，所以我讲奉献传道，不要读大学了。那个教务主任说，你现在读3年级啊？我说是。
他说不收你，读完大学再来。哎呀，我听了这个话高兴得不得了，神啊，不是我不奉献，是他不要，他不要我。你看，所以又回到学校念书。他说为什么不要你啊？啊，神既然呼召你啊，一次前啊，你在大学里念书，其实神已经晓得你啊将来做传道，不过呢要在学校里有更多的机会啊，来学习一些常识，大学毕业后再来。但是我没有把这话放在心中啊，所以我就很欢喜，不是我不奉献，是啊他不收我啊，向神有借口了。其实那个时候啊，我虽不奉献传道，除了自己理由之外，还有什么理由啊？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我那个时候在我们的学校团契里面交了一个女朋友啊，一个基督徒。他虽然信耶稣啊，但是他也是希望啊，他将来的丈夫啊不是个传道人，免得做传道太太太辛苦了。所以跟他谈到将来的前途问题啊，他都会啊说我们做义务传道，不要做全时间传道啊，这样子啊两全其美，他的道理还蛮好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影响。再有呢，一个同学影响我很大，我信耶稣以后，后来在上搬回上海，那个房间四个同学啊，连我在内都是基督徒，住在一起。有一个同学姓钱，钱弟兄啊，他也跟我常去聚会，他知道我很热心啊，也知道啊我有心奉献传道。有一天就跟我讲了，他说焦弟兄，我很佩服你，你奉献啊以后想做传道很好，我告诉你哈，他说我将来也要传道啊。我说哎弟兄啊，为什么是将来才要传道啊？为什么现不在现在传道啊？哎呀，他说你知道吧，我有我的打算，我有我的打算。我辛辛苦苦啊，中学大学练完了，一练完以后就出去啊做传道啊，那我为什么读大学啊？这一辈子不是啊吃苦吗？他说我要做什么呢？啊，我要学说所罗门。所罗门是什么？他先呢，凡是爱吃的吃个饱，要玩玩个足，啊，荣华富贵享尽之后啊，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啊，这样传道才有分量啊。刚出去啊，这样传道没有意思的，年纪轻啊。哇，他这一番话顿开茅塞，我也想做所罗门，要玩玩个饱，要吃吃个足，以后虚空的虚空，这样子多好啊！世界也享受了啊，传道工作也做好了，所以啊，这更加增加我不要马上传道一个观念。但是，问题在这里，我常常喜欢听到，所以很矛盾，很痛苦。到了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啊，就要毕业了，只有半年不到了。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了。那么怎么解决呢？我还是找传道人去帮助我，找一个大学生传道人。啊，我就跑去这个姊妹，这个年纪长的姊妹啊，听到我的啊这个经历之后，她很值得跟我说，焦弟兄，我警告你，你这个人好像巴兰先知。我什么意思啊？巴兰先知明明神要他做什么，他要想逃，啊，你就是像这样一个啊想逃避的人。我说不是啊，我如果逃避我就不来了，啊，他说你正要寻求的话，好了，今天不要走了，就留在这个地方禁食祷告一天，求神指示你。糟糕了，给他关起来了。不过我也觉得该要寻求了。他说你好，信实祷告啊，有什么罪向神认罪，诚心祷告啊，今天如果神不告诉你不要传道，你放心走你的路，
身要穿道，也好好奉献。这次我正式诚心了，因为时间要到了嘛，因此啊，那天我就进食祷告，我的罪都写下来，写下以后把它撕掉，向神认罪。而神啊，今天如果你要呼召我，你把你的话领导我，啊，哇，祷告了一天，在读圣经，打开圣经什么地方呢？诗篇84篇，那一篇诗啊，一打开，哇，我的心就亮了。什么呢？啊，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啊！所以，神的居所是何等可爱啊！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啊，在你啊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作房屋，燕子找作报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另外呢，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还有一处啊，一整个诗篇我就暂时念一念啊，其中一句话。如此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在你的院中住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日。他没有留下厌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啊，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哇，这一篇诗里啊，一共12篇，一共3次讲到这人变为有福，这人变为有福，啊。我呀，心里说，侍奉神不是有祸啊，是有福啊，所以我就清楚了，神是的确是呼召我了，一点没有动摇。那既然这样呢，所以我就啊，趁着机会啊，回到那个神学院去了，我就再找那一个啊教务主任，我说上次你不收我，现在再来报名，哦，不是马上来，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来上神学好不好？收不收？好了，收。啊，说我还没有大学毕业了，已经神学报名了。我决定毕业以后立刻就上神学。不过呢，我就保守秘密，不告诉任何人。特别不告诉什么人呢？不告诉我这个女朋友，一不告诉她，她一哭我就糟糕，所以不告诉她，造成事实。以后呢，啊。我不会改变。到了1948年6月30号，大学考试最后一堂考完，下午考完，我就在宿舍里整理东西，以后呢叫部3轮车就往神学院跑。那个前弟兄啊，这个所罗门弟兄啊，你到哪里去啊？我说上神学了。哎，怎么不告诉我们团契同学啊？我说不要告诉。为什么？怕告诉以后3传2传，传到女朋友那里我就倒霉，啊，他就赶快去传了，很多人呢就要来欢送我啊，但是我那个脚踏这个3轮车已经走了，而一面走的时候啊，一面心里头有一句话就出来了：永别了世界，不是自杀哈，永别了世界，就从此以后走另外一条路了啊。那么。进了神学院了，这个开始就受造就，读了1年不到，我们中国的政权呢改变了，啊，好像那个时候信耶稣的是啊一个死路一条，很多基督徒放弃信仰，常常啊就看见很多人在马路上扭秧歌啊，我心里也很兴奋了，我也想上去扭两扭，啊。我心里对这个觉得中国有希望嘛，啊，我本来原来很佩服这个道理的嘛，我所以是很想去，可是没有去，啊，出不来。那么这个女朋友呢，已经也同样大学毕业了，啊，她在一个机构工作，她知道做传道人死路一条，所以常常这礼拜六放假的时候，就跑到神学院来找我谈话，谈话。啊，谈话的时候
就苦劝我不要读神学了，不要读了，不要读啊！但是我已经读了，怎么办呢？可是他每一次来了以后啊，都有很大的干扰啊。的确，他是关心我才来劝我嘛啊。我也的确看见这条路很难走嘛，都有些干扰，心情波动得很。那么有一次，他在大哭一场走了以后，我心中啊很痛苦，我就跑到神学院的一个祷告室祷告，把我的痛苦告诉神。我跟神说：“神啊，我实在愿意顺服你做传道，但是我读神学啊，发现结果啊，我的性格也不适合，啊，我的口才也没有，啊，所以将来传道没有用啊。”我现在已经来了，不是我不愿意来，是我真的不行啊，不是个传道材料 啊，好不好？你还是放我走来。你看，你从前不是问亚伯拉罕，你爱我吗？你把你的儿子以撒献给我吗？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给你了，你把以撒还给他了，好不好？现在也还我自由了，像亚伯拉罕一样呢，这样跟你讲讲道理。可是啊，不敢乱跑。在祷告的时候，忽然之间这圣灵的工作很奇妙，有一节圣经就来了：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啊，这奇妙的，就在祷告的时候，这节圣经下出来了，马上就心中有个力量，神已经把永远价值的东西给我，为暂时的东西放弃。神旨意，遵行神旨，永远长存。我不能把我一生浪费，所以我就觉得我绝对不可能不传道，这条一定要走到底了。那么这个女朋友怎么办呢？我真是希望她知难而退啊，但是她不肯呢，一直来。后来读的圣经啊，啊，神有一天告诉我，如果有人引诱你去敬拜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神，即或是你怀中的妻，你先要杀他，你先下手。我本来是希望他先下手杀我的，现在神要我先下手，啊，那我没有办法了，所以就写封信告诉他，我说某人啊，我们的感情不能再继续，啊，除非你也来读神学，不然以后你不要再来。啊，这一封信去了以后，他的确就不来了。不久以后，再嫁给一个，蛮出色的一个人物，啊，他觉得这个人无药可救，所以从那里就分开了。就在这个时间不多久，啊，我在马路上走啊。就看到那个所罗门弟兄，他的样子一点不像所罗门，他本来以为享受荣华富贵，他根本没有享受。我就马上啊，就为我自己啊，就非常感谢主，没有听他那一套道理。你想想看，我这个人什么人，真像所罗门那么聪明吗？不照照镜子啊，这是用一些东西啊，要想离开主的道理啊。如果我真是有所罗门的本领啊，啊、哦，你想，到了这个唯物主义政权的时候，所罗门是吧，是个什么斗争对象了，是吧？他不能够生存了，啊，根本就不可能嘛。那么我在这个神学院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困难呢？就是我不会讲道，哎呀，真困苦啊！第一次讲道。是有一个学生的聚会请我去讲道，那才可以准备了半天啊，这里抄一点那里抄一点，把它背下来背下来，就在背了以后上讲台的时候，我以为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啊，一上去看见这讲台下面的人过过眼睛看着我，一看把我就看慌了，整个的奖章都忘得一干二净，结果啊，这乱七八糟，不知道讲是什么东西，啊，本来预备讲40分钟的，讲20分钟讲完了，哇，真是丢人呐、啊！
甚巴不得有个地洞钻回去。我就向神啊就发脾气了，我说神啊，我这样材料根本不能传道，你一定要揍我。你看今天头一天讲道讲了个乱七八糟啊，不但我丢人了，你也丢人了，这些人大失望啊，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间呢，那向神发言言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了，啊，感动什么？看你这个样子，啊，你不专心，你不好好的祷告，你要想我用你，不可能的。的确啊，我后来看见是在这样，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啊，啊，在神学院里面，大学毕业的很少。我是少数几个大学毕业去读神学的，我就看不起别的同学，啊，还有呢，那我在神学里面呢，因为有这个女朋友的那种骚扰了，所以就不专心读书，啊，所以啊，圣灵感动我，你根本没有专心追求，祷告啊，做事啊，你都啊，啊，不专心，还有呢，你根本呢有这个骄傲。我不会用你，这一下提醒我之后，我就悔改。我向神说：“是啊，我要专心听老师的讲话，我要怎么样？不要把自己看得好比别人强，要谦卑。”结果真奇妙呢。就过了不久啊，有一次我们这同学中间有聚会，要轮到我讲道。我讲完以后啊，啊，就有同学上来跟我握手，啊，焦弟兄，今天得感到我很受感动，啊，我说你讲什么？我都莫名其妙，啊，忽然之间改变了，啊，改变了，所以啊，我就后来发现神招你，神一定会用你，啊，我读神学读了两年，啊，1950年毕业了，时间很短，那个神学院是美国人办的，那个宣教士。他们都撤退了嘛，关掉那个神学院，那么就把我们这神学生啊，就转换到一个中国人的神学院去。那我毕业了以后呢，应该要去到教会工作。那个时间，因为我是广东人呢，啊，香港有教会，有人认识我。他们就请我到香港教会去做工。1950年，啊，我虽然已经信耶稣了，但是我非常爱我自己的国家，我也爱共产党。啊，虽然啊，这个他们是不信神的，我觉得这是我应该服侍神的地方，所以我就绝对不要到香港去。那个时候，我留在中国。新中国里头教会工作，所以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就拒绝了香港。那么哪里请我工作呢？就是那个中国人的神学院，因为很多西方的宣教士走了，他们学校老师就留我这一个初出茅庐的人来做助教，啊，叫讲师。这个神学院呢，那个老的院长啊，是一个女的，70多岁的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跟我一样的姓，焦维珍女士。那么那个神学生啊，里头年纪都有很多很大的，有些传道人来退休的。那么在这些老师开会的时候啊，我忽然之间觉得有感动，我就跟这个院长提议了，啊，虽然年纪轻啊，啊，喜欢神的工作，那个好好的推展，就把我的想法告诉这院长。我说好不好啊？我们在这个新的环境里头做工啊，要尽量的给人有好的印象。我说那些无神主义的人呢，不信神的人呢，对于我们传道人有一个错误观感，就是不劳而获，不劳而获，啊，靠人的奉献来生活，剥削别人。好不好？我们不要让人看见我们是这种人。他是说你有什么办法？我说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注重劳动啊，我们大家来劳动啊。我建议我们来啊，
自食其力啊，办工厂啊，不受奉献啊，让我们也投入劳动的这一个运动里头去。这个院长是女的，她没有读过。嗨，你是大学学经济的，你来主管这个事好不好？其实我虽然是学经济，什么经验都没有，不过他就一定要我做，那我就义不容辞了。我说你多少资本呢？他说我只有4000块人民币，那是1950年哈，还是不少的了。啊，只有这么多了，全部交给你，你去研究做什么工作。那我就研究了，啊，就得两样事可以做，一样是什么？印刷厂，啊，有很多地方需要印刷嘛，是那印刷。第二个可能做什么？龙口粉丝厂，想了半天了，发现印刷厂资本不够，最多这种手工的印。龙口粉丝呢，确实有用，为什么？因为在上海，消费城市啊。要吃粉丝嘛，啊，这个粉丝很多是从山东运过来的，我在上海就地生产。还有呢，做粉丝是用绿豆做的，所以把它磨成粉渣呢，粉渣还可以喂猪，啊，那个浆水呢可以卖做肥料肥田，啊，这一举三得，一方面可以卖钱，做得不好呢可以省学生吃。所以结果我就说好，我们来办龙口粉丝厂，啊，龙粉丝厂。所以一面盖厂房，一面盖猪棚，哇，真是不错哎。当地销路啊，销路很好啊，这个神学生呢餐餐都有粉丝吃。那在这个时间呢，我又要教书，我又要做粉丝，做粉丝很辛苦的，还要去晒粉丝，当然请了一些工人呢，啊，请少数，啊，还要记账，还要教书，结果没有多久啊，身体状况不大很好。那在这个时间呢，身体还没有发病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很多的学生呢，年纪比我大，他们就很关心我的婚姻问题。要介绍一个同学做我的太太，啊，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啊，我就没有接受这些学生的意见。为什么？啊，介绍这个太太啊，是我的学生，我不愿意我有个臭名，这个老师追学生呢，这是不好的印象啊。可是后来这个院长呢，也提到同样的人呢，说我去跟我的妻子结婚了，啊，没有什么啊恋爱的过程，认识的过程。不过呢，我从前认识他，啊，是另外一个大学的一个基督徒的啊一个团契的姊妹，啊，他是学地质的，啊，但是后来呢，解放以后他奉献来传道，这样子又有啊教书，又要做粉丝，又要去喂猪，啊，又要算账，还要又要有家庭，所以这个身体就比较困，受很大的困难。跟我的妻子啊结婚，一年以后，啊，忽然之间发现她怀孕了，怀孕以后呢，怎么她的心脏病就爆发了，吐血。那么就在她心脏病吐血以后没有多久呢，啊，我也吐血了，我什么，我的肺病发现了吐血。哎呀，这时候真是很困难，因为劳动过度了。那么在这样的困难之中，这个孩子啊一天天长大，他的胃口也不好，我的身体也不好，结果这孩子怎么生呢？没有办法用人工，只有用人工生产，是说剖腹产还是生下来，这孩子没有到期生下来，是先天不足。哎呀，在当时讲起来啊，我们这一家是三个人呢，啊，都是非常的危险的，很难活下去的，啊。那么在这个困难之中，这神学院遇到困难，因为
有很多的运动来到这个神学院，就受到注意，真是死路一条。那是在这样困难之中，我的信心受到很大的考验，到底我的前途怎么办？那么就这个时间，我说神啊，外面有困难，已经受不了了，家里有这样的困难怎么办呢？果然的，后来这个神学院给关掉了。我经过一些困难之后，就下放工厂去劳动啊。那在这个时间呢，我的儿子生下来，因为先天不足了，再加上我的肺病的关系啊，结果我的肺病病菌也传染给他了。他不是生肺病，他什么呢？他是这个骨痨病，那个肺病细菌啊跑到他的大腿的关节里去了。所以在他一岁多两岁的时候啊，忽然间发现他走路啊一瘸一瘸的啊，我就把他送到医院头去检查。最初那个医生呢真是很差劲的，说你的儿子啊生了这个小儿麻痹症啊，所以这个孩子啊也赶快多运动多运动，所以他不运动我勉强他运动，越运动啊他越来好像越痛。我们再去找一个骨科医生，在骨科医生呢一说，这个小孩子啊是个骨痨病，髋关节骨痨病，不要他动。我说从前的医生要他动，他说那个饭桶医生动坏了。哇，这真糟糕啊。那么就是小孩子也生了更严重的病，一家三个人都病了。哎呀，这个试验很深的。好在哪里呢？就是我的妻子跟我两个很同心，在任何困难的时候啊，就用祷告扶持。那么他不但为我祷告，他身体软弱，他还为他的孩子祷告。啊，有一天他就跟我说：“我很现在很放心，这个小孩子啊，神会医治他。”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今天我很痛苦的时候，我向神祷告，神给我一句话：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是孩子啊将来会跳跃向路啊。说我相信神的话一定会成全，我们只能靠神的话的安慰。那么这个神学院给关掉了，我下放工厂去劳动了，我的妻子病越来越重了。以西医呢，最多也不过是给他这个啊上石膏固定。将来怎么办呢？啊，就在这个时间呢，我在工厂里啊，有一天祷告，我说神啊，一家三口啊都病拖了好几年了，到底怎么解决？这个时间，我的啊心里有个感动说。你的岳父岳母啊不是住在香港吗？你没有那样照顾啊，让他们两个人去香港去啊，投奔他的父母去啊。哎呀，我说这怎么能够去得成呢？啊，除非你感动啊。就在这个时间呢，哎，我的岳父忽然来一封信就给我，他说你的妻子你的儿子生病，他们两个到香港来，我来照顾。哇，真是奇怪，我心里头有这个感动，忽然我的岳父岳母呢来这封信要我的妻子去，是吧？有个印证了。那我就想可以为他们申请。更奇妙在哪里呢？就在这个时间呢，我儿子病已经病了好久了，好几年了。我忽然想起啊，有一个从前住的地方一个小孩子啊，看见我的儿子啊腿有病，就告诉说有一个医生会医病的啊，我忘记掉了，可现在忽然之间想起来了啊。他借这个小孩子啊医什么病呢？医这个骨痨病的土郎中。那我就几年以后忽然想起的事啊，啊，在申请他出香港之前呢，我就把我的儿子带去找这个医生。这个医生呢一看见这个病啊，他的反应跟西医就不同了。西医看见怎么样？
我也没有办法，这个病治不好。可是这个中医就不同了，一看见之后啊，我说医生啊，你能治吧？他说包医，包医，西医认为是绝诊的，这个包医。我说多少钱呢？他说50块人民币，那很贵了哈、哦。我说你怎么医啊？他说我给他上点啊药膏贴在他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另外给他吃药，啊吃药，啊就会好的。那当然我就很欢喜了，啊原来是个土郎中啊，但是他有秘方啊，所以就给他钱，拿了药以后啊，啊后来把他抱在腿上给他吃药，也正这个缘故呢，就让我的妻子啊跟我的孩子啊就去申请说到香港。这个警察呢是看见这两个人呢，怎么大病人不会劳动还要吃好东西，因此呢这个照片啊照好以后啊，我们去申请贴在这个申请的这个表上。这个期间等了2个多礼拜啊，真奇妙。再把那个药膏啊揭开，这个大腿还有这个淋巴结合，两个地方有结合啊，淋巴结合大腿结合，一打开这个淋巴结合呢好了，腿上没有好啊，淋巴结合真奇妙。那个通行证也批准了，为什么？这两个人呢不会劳动还要吃营养，就把他们放走了啊。一到了香港以后呢，我儿子的腿好了，奇怪，几年不好了，他到香港好了。所以他们两个人呢为什么好呢？就是能够出去呢，就神用病啊把他们带出去了啊。当然了，我那个时候是劳动了，我把他们送走的时候我觉得啊很难过，但也快乐，什么他们不受苦了，跟父母在一起。我已经讲过我的岳父岳母是很有钱的嘛，不要受苦了啊。那我在这里受苦，一个人死在这里无所谓了啊。那么但是感谢主，过了没有几年以后啊，我也跟着神开路出了中国，跟他们相会了。好在哪里啊？这一个就是我的妻子啊一直很忠心的为我祷告的关系，所以我就很感谢上帝啊，啊这个信仰相同的夫妻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我常讲一个人事业成功婚姻失败，他的人生还是失败的。一个人他的婚姻成功啊，事业不是很顺利，他的人生还是幸福的。我感谢上帝这方面给我预备一个同走天路的朋友啊，伴侣。更妙在哪里呢？啊，我的孩子啊就因为从我的妻子，特别从我妻子身上啊看见神的真实，所以呢他后来也是非常爱主。虽然他在美国以后有一段时间少年的时间有背叛，我们管得很严啊，背叛时期，但是到了读大学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啊注重信仰，这样信仰。因此啊他读书不错，当他大学毕业就读医学院，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医学院。读医学院的时候呢他还做什么事情呢？他还去参加纽约的马拉松赛跑，几万人的赛跑，结果他还去跑。读医学院很忙就跑啊，我一看见他跑这个照片了，我就感谢神。为什么？我妻子啊从前不是得神的话吗？那时瘸子必跳腰向路吗？现在他真是跳腰向路跑马拉松。不但这样呢，啊，这一个孩子啊，他因为看见父母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他也愿意服侍神。他大学毕业做实习医生的时候，一结束第一件事，他就奉献给神。到哪里呢？到这个泰国北边的啊，这个辽国那里。在那个难民营里头做医生，奉献一年来侍奉神。50000个难民，5个医生啊，
这个甚至很忙，他去那里啊，一年的功夫啊，差不多瘦了20-30磅啊。回来以后呢，啊，他就在美国一个医学院做教授，啊，有一天呢，他就啊打电话给我，他说：“爸爸，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我现在有女朋友了。哦，谁介绍的？他说：“你介绍的。”哎，我什么时候介绍？他说：“不记得从前有一次你到纽约去领一个聚会吗？那个请你去的人呢、啊？哎，是个传道人呢、啊。啊，我正好在纽约读医学院呢、啊。是啊，他去接你，我也去接你啊。结果他把我也请到他家去了，一到他家吃饭呢，跟他女儿就爱上了。所以说那是你介绍的。我说：哎，他这人到底怎么样？他说：爸爸。”他是个中国人，又是个传道人女儿，你还要求什么？我说我怎么不要求什么？我说你是个基督徒啊，你要找个好的对象啊。这个传道人的孩子不一定都是好的，所以啊，我们这样才问问你这个问题啊。他说好，以后找机会让你们认识认识了啊。结果他有一天呢，他那个时候在洛杉矶加州啊医学院教授啊就打电话给我，好，爸爸妈妈，告诉你一件事，你们不是要看我女朋友吗？我现在就把女朋友带来家给你看看，看3天。结果这个女孩子啊就住到我们家来了，要放假了嘛，你问她学什么的，是学电机的，女孩子学电机啊，电机工程。哎呀，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睁着眼睛从早看到晚，看来看去啊，这个太奥秘的看不懂，活泼得不得了，印象不是很好。后来才发现怎么样，这个女孩子很调皮，她虽然呢个子不大，但是她喜欢跳伞，飞行滑翔，从飞机上跳下来，在飞机上飞，在天上飞啊，这样一个女孩子。她考美国公民呢，怎么考法？那个美国考官就考他，你学什么的？学电机，啊、哦，女孩子学电机，对。告诉我，世界两个最有名的电机工程师是谁？啊，容易得很，有两个，哪两个？第一，我；第二呢，我爸爸。哇，这他爸爸也是搞电机的。他的考官怎么样？大笑，好，马上批准。万不是，这美国人很幽默的，不怕你调皮的。哎，原来这么一个调皮的女孩子，做太儿子的这个太太啊，合适不合适不懂。你看看这一个家庭生活，啊，不但是安逸，啊，读书虽然很好，啊，更重要呢，他们不是任意妄为的那些孩子，这是信主啊一种幸福，啊，不但是啊。自己幸福，家庭幸福，社会的益处，这是我想起啊，我当初奉献的时候神的话，对不对？那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爆出之窝，啊，你看完全是成全了，啊，在神的家中，我建立了家庭，当时是一句话，现在是一个事实。从前说啊，想往西安大道走人生的道路的人是有福，啊，因为朝见神。我今天走了50多年了，的确往这个有福路上走。那你说依靠耶和华有福，啊，的确依靠神是有福的。所以这啊，我奉献的那一篇诗篇呢，是完全应验在我的人生的里头。那么现在我稍微有点时间呢，再讲一点其他的啊一些经历。这个经历是什么呢？那就是我这个传道工作上的经历。我最欢喜快乐的啊工作是什么地方？那就是我从教会工作开始。我到美国以后，最初做学生工作，最后呢就在波士顿做教会的工作。这个波士顿有很多著名的学府，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还有卫斯理学院，卫斯理就是蒋介石夫人读的那个 Wellesley 啊，那个学院很有名的学府啊，是一个啊文化城。沈葆这个平凡的人呢，就带到那个文化城去啊做工，向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做工啊，很感谢神的啊。我以为我这个人很平凡啊，没有方法像这么有聪明智慧的做工，但是呢，神既然感动我去，我就去了，真是很欢喜快乐啊。我做工的结果发现，知识分子容易传福音，为什么原因呢？知识分子讲理，合情合理的事，他容易接受。啊，我们信主耶稣啊，是合情合事 ，reasonable， 是很合情合理的。信神呢，是合情合理，怎么呢？啊，圣经道理啊，无懈可击。所以，当他们真是要肯学习的时候呢，啊，圣经真理啊，了解之后啊，他们就接受了。所以在那个教会里头啊，很多人呢就接受主，啊，其中我很受感动是什么呢？他们接受主就很真实的把信仰跟生活配合起来，所以很多人也走上奉献侍奉神的道路。有一个啊，我的啊同工是哈佛大学的牙科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那么他的确是不错的，因为在在哈佛大学里头拿到金钥匙的 Golden Key， 啊，很有名的。他后来在我离开教会做宣教士之后，他也走上宣教的道路，啊，到哪里呢？最初是在香港大学教书之外，就在香港的水上人家渔民中间传福音，后来呢，找到中国，在广州中山医学院传福音，啊，教书教这些学生不要钱，啊，这是我们那个教会出来的。另外呢，我在这个教会里头啊，就带领了很多人呢，他们信主，信主之后呢，他们整个的家庭都幸福改变。这个教会啊，因此啊，在差不多30年的经验里头啊，出了几十个传道人，还有呢，到现在整个会众有1000人这么大的教会，多处都是读书的，啊，这些人呢，他们的是知识是啊，去帮助人，并且呢，用他们的信仰去帮助人，这是啊，我做工奉献传道以后感觉最欢喜的。能够结识这么多的好朋友，啊，那么现在我啊已经退休了，但是退休的时间呢，还是有很多工作做。我今年是2002年，啊，77岁的生日，在哪里过呢？是在欧洲的西班牙过的，啊。西班牙是什么地方？西班牙是在欧洲的东南部，西南部，隔这个直布罗陀海峡呢，就看到非洲的那一个啊，埃及地啊，非洲的北部啊。我就想到圣经里头的话，从前保罗传福音，他很想去的地方，一个是罗马，以后呢去西班牙。所以啊，当我到西班牙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请我去，我心里很兴奋。我说这个焦元年这么渺小的人，是保罗去不了的地方，你这个人都跑了去了，做同样的工作，这回想起来啊，真是神的恩典。那么在我这一生之中呢，我回忆起来，感觉了甘甜。为什么原因？不是说我一生一帆风顺。你看我一生经过很多的艰难啊，我的身体的关系，我的工作的关系，这些困难呢都看见神的荣耀。现在呢，这个老肺病啊，你看竟能够活到70岁，还能够到处跑啊，这是
并且呢是为神跑，这是最快乐的事。啊，我想我的工作，啊，还有一段时间要走。今天的见证就讲到这里吧。